这期视频我们来改一个我们前面改过的一张卡，这一张是非常特别的一张运算卡，特斯拉 A10。 特斯拉系列有很多很多的型号，包括 A10、 A40、 A30、 A100 对吧，有很多很多型号，很多系列，针对的领域也各不相同。那么 A10 是脱胎于这个3080核心的一张卡，规格略高一点，但是没有支持 GeForce 驱动，所以它不能作为游戏或者加速卡，它是用来做数据运算的。24G 的显存，140瓦的最大功耗，单槽设计，然后被动式散热，功耗显然不算高，但是散热显然压不住。如果在 PC 主机里面去使用这张显卡，那么散热会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因为散热很难处理，并不是说它不能解决散热。那么我们给它设计了这个一体式水冷的改装件，那后续我们还会做这个风冷的改装件给它设计出来，这样简化安装，然后有更多的 PC 主机或者服务器可以更容易去装到单槽卡里，因为现在改它可以要占用双槽，但是以后改如果风冷的话，那可能它只有一槽半，那这样体积会大幅缩小，反正它只有140瓦的功耗。本期视频重点内容肯定是讲后面的我们要做的拆解和安装教程的步骤，可能有点沉长，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测试过程摆在最前面，告诉大家在我们改完360水冷以后，19度到20度的室温情况下，开放式的环境测试了两项，第一个是在它的背板面不装这个主动散热风扇的情况下，它的显存只有48度，当然室温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因为它只能用来断力运算来进行测试，那这个时候它57兆赫的算力，这种情况下把显存控制器吃满，显存功耗吃满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温度毫无压力，48度。那如果说我们在背板看第二段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段测试里面它加上了背板风扇，显存的温度也只下降了4度，因为前后有整体化的这个导热设计，正反面的显存其实都是在正面做主动散热，所以它的温度只有48度最高。双面散热最大的好处就来自于这里，其实它还可以给公版的3080 FE 进行散热，因为这个设计也是可以提供3080公版 FE 来做一体式水冷散热的，因此其实公版3080 FE 我们已经开发和量产。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改装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有需要按照这个步骤，你一定可以解决你的散热问题。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特斯拉 A10 的计算卡，那么这张卡其实也就是3080的核心，那么屏蔽了这个是吧，这个游戏性的 GeForce 驱动以后，专门用于数据运算的一张显卡，功耗只有140瓦，所以它只有单槽的设计，那么这种单槽设计就注定它只能在服务器内使用这个侧吹的万转风扇对它进行散热。从散热体质上来说，这个散热效果应该是不太好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还有更多的人希望把它装到更多的应用场景里面去，这个时候它这种被动散热就出现了性能的瓶颈，还有这个使用的一些问题。单八站的供电和普通的显卡没什么区别，那么这个 PCB 其实和公版的3080 FE 也是没有差别的，因此我们在支持这个 A10 的改装的同时，基本上也支持了这个公版3080 FE 的改装。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视频是对它进行水冷散热的改装，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在对它进行风冷散热的开发，比如说我们这个使用的是纯铜模块，那么这种模块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制造的时候就对它有很高的精度要求，
同时也要控制好它的成本和性能。那么这个模块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专用于给核心散热啊，然后可以把它改造成风冷的。那么后续我们会不断的开发它的这个风冷测试，然后后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视频。那么现在我们来拆解这张 A10 显卡。好，拆解这张 A10 显卡，我们需要的螺丝刀工具，首先是背板所有的螺丝采用的是这个 T6 螺丝，梅花的 T6 螺丝刀，拆解它背板的所有的螺丝。然后我们需要一个 T8 螺丝刀去拆解它挡板的两颗螺丝。拆解完所有的螺丝以后，那么整张卡散热就可以进行分离的。我们先拆所有的背板螺丝。现在我们拆解完它所有的背板螺丝和挡板螺丝以后，我们先要把它这个正面的铝合金件散热器给它抠开，这个很容易。打开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内部结构是一个极铝的一个均热板的一个散热组件，然后这个挡板可以分离出来了。接着我们把这个供电部分的卡口，还有一个十字螺丝刀，我们有一个小十字螺丝刀，把这个供电卡口给它拆下来。注意，这个小螺丝刀需要尺寸非常小，十字螺丝刀需要非常小的尺寸。然后拆掉这个螺丝以后，这个卡口就可以把它先拿下来，有一点紧，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好，拿下来以后，我们把这个供电接头给它拔下来，它下面这个地方是有胶粘在上面的，所以非常非常紧。拉下来以后，我们看一下，这是双面胶把它粘在上面的。拉下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整张显卡上面这个 PCB 给它分离出这个原装的背板上面。它这个背板同时也是有这个导热膏粘在这个外壳上面的，因为它背面也有这个12颗显存啊，这个很重要。这个 A10 是24G 显存的，持续发力，稍微打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向上，你看这个地方向上拿起来，然后所有的背板的导热膏全部还原上去，以便日后不时之需。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显卡的体积啊非常小，对吧？散热组件也非常小，左侧是一个熏黑的处理。然后翻到背面一侧，我们需要拿这个 T6 螺丝刀再对核心的这个压杆弹簧进行拆解，四个螺丝拆掉以后，那么这个散热器就可以进行分离了。这以上所有步骤其实都非常简单啊，大家比对着这个步骤操作一下就可以了。拆解完它这个散热器的弹簧以后，我们需要把这个散热器整体给剥离。那么它上面其实有很多显存导热膏，还有这个供电导热膏。我们持续发力，找准一个角，然后慢慢持续发力，让它分离。如果你在拆这个显卡之前，自己去拿这个上机预热一下，那么这个步骤在分离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轻松。好，我们刚才还是上机把它预热了一下，预热视频大家看到的话，你会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操作。什么叫正确操作？那就是在这个拆这个散热器之前就应该把它预热一下。那现在这个预热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 PCB 上面有温度了。现在剥离的时候稍微用一点力气，它会慢慢开始挪动。然后剥离分开以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核心呢，还有显存的各种导热膏都粘在这个各种配件上面。然后我们用这个，我们会附赠这个拨片，用拨片将这些所有的导热膏全部铲下来，然后还原到这个原装散热上。这样以后如果需要还原的时候，其实还有必要会用到。然后所有的包括这些供电 IC 啊，
有很多这种小的导热膏，你要把它全部剥离，然后还原到原装散热器的对应位置。这些操作细节的话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也就是说要细心一点而已，但是我把整个教程过程都耐心跟大家讲解一遍，那么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不懂的，无非就是说尝试一下就可以了。整个拆解的话对于显卡来说没有什么，对于这种电子元器件没有什么难度。而且这张卡的这个 PCB 其实和这个公版的 3080FE 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这一套改装件其实也可以给公版的 3080FE 进行使用，等于说它是支持多个型号的。那么未来如果我们开发出这个风能版的这个 A10 的改装件，那么等于同时也是支持这个 3080FE 风能版。那么我们把导热膏还原以后，这个散热器把它拿到旁边，整个 PCB 就可以展现在大家面前了，可以看一下燕尾的设计，然后整个 PCB 的布局其实和3080没有什么差别。那么公版 3080FE 无非就是正面少了两颗显存，然后背面没有显存，供电部分可能会多一点，功耗比这个稍微高一点。我们接着把所有的芯片包括这个硅脂上面所有需要清理的地方全部给它清理干净，这样有便于我们后面去涂抹硅脂。这个部分应该说是不难的，然后我们这里附赠的每一套都会附赠必要工具，然后大家对照着操作就可以了。这个相片硅脂把它铲除以后，等一会儿用纸巾轻轻擦拭，把这个核心给它露出来，然后干净以后就可以进行操作了。接着把这个残渣用刷子给它清理出去，我们录制了很多版本的这个教程，包括这个 A10 其实前面也做过一期视频，但是教程内容做的并不详细，所以现在重新给它补上。那么很多改装的细节啊，在大部分同学看来没有什么难度，但是这张卡其实的确是价值不菲，20000块钱一张，所以很多人在改这张卡的时候最重要的心理关难过，就怕这张卡出现什么失误啊。其实如果你怕出现失误，两种办法嘛，交给我们帮你改装是不利于收费的，另外一种就是找专业人士装，再或者就是自己装的时候细心一点。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导热膏给它缠下来，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原装散热上面。它这个导热膏其实材质很好的，好，我们把它还原。现在正反面的这个显存24颗一共都可以看到，其实公版的做工的确确是非常好的，所有的这种电容啊用料啊也都是最好的，可是散热是最差的。好，我们现在改装这张卡的话，先要把所有的这个供电还有显存导热膏全部贴上。那么正面部分我们是使用的这个0.75的这个导热膏，裁剪以后贴到电感和 MOS 管上方。显存我们使用的是这种1毫米的，然后已经分割好的灰色高导热系数导热膏，贴到对应的显存上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供电和显存导热膏都已经贴好，那么 3080FE 如果要改装这个卡，参考这个教程，那么供电部分可能会全覆盖，就这些补齐。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暂停，然后比对完以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那我这里已经贴好以后，我们可以把改装件拿过来，然后这张卡的改装件体积很小，因为是客户要求把它压缩一下尺寸体积，在设计之初就把很多细节都已经按照第一个设计要求考虑完了。我们现在对准所有螺丝台阶，把改装件贴上去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 PCB 下面
用手顶住，捏紧，然后把它翻转过来。这个地方很重要，翻转过来的时候你不要把 PCB 给它是吧位移了。螺丝孔位现在还是对齐的状态。那么在左侧这个地方，改动件左侧这个地方其实是悬空的，我这里拿了一个这种15毫米左右的这个模型，把它垫一下，这样保持平衡以后我们就可以用来改装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供电部分的这个供电部分的接头然后弯曲一下，这个不要紧，这个线呢它其实很紧的，弯曲一下对准凹槽把它放进去，这个细节尤其重要啊。那这个地方它是没有卡死的状态，所以其他的地方要对应的固定以后才能来对应固定这个供电接口。那我们现在把背板的这个所有的线转导乐高再全部给它贴上去。那么贴这张卡的时候，导乐高的贴合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的啊，整体比较容易，但是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细心一点是吧。现在所有的显存导乐高贴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厂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几个零件的细节，我们需要把这个细节同时用 2.5 毫米的导热膏给它进行一下贴合导热。首先是这个地方，注意这里用的是 2.5 毫米的导热膏，这里所有的小配件我们都会附赠。那么同样3080的这个公版 F1 其实导热膏的效果也是一样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整体的 PCB 布局啊，包括这个配件的细节都是一样的。背板用 2.5 毫米的是因为它有螺丝台阶，然后这个间距会比正面大一点，所以 2.5 毫米的刚好是适用上面的。这些是非常必要的一些细节。贴好以后我们把薄膜取下来。好，我们贴完这些导热膏的时候可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按照视频教程中这样来贴的。我们在设计之初，我们的贴合范围包括贴合零配件的这个数量都要比原厂是要更多。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背板装上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挡板先对齐螺丝孔位台阶，然后再对齐背板和所有的原装台阶。那么右侧这里就有卡扣了，我们把卡扣把它卡到对应的位置上面，再把挡板对齐。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细节需要处理，那么可以用这个必要工具对吧，镊子，然后对齐它的这个螺丝孔位，然后贴合上去。但这个地方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我们打开来看一看。这个细节就是我们在这里设计了一个前后可以把这个导热规模然后从背面传到正面的一个贴合结构。这个结构它需要使用一毫米的导热膏辅助把背面的显存的热量导入到正面进行散热。这个地方设计目的有多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如果说安装的环境致使这个背板的风扇呢，主动散热风扇，显存的主动散热风扇无法安装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不安装风扇，利用正面的这个规模正反面结合散热，就是正反面是从两位一体把所有的热量都聚集在一起来进行主动散热。因为整个改装件呢它就是给显存和供电散热，
所以改装件的这个散热体量啊是足够大的，效率也足够高，应对这个显存呢、啊、还有这个供电散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用装背板的风扇，但是我们整个改装教程里面，这个教程有点长，整个改装教程里面会把这些安装的步骤都把它放进去。那么现在我们把背板这个地方打了膏贴好以后啊，就可以把背板结合上去了。一样在左侧这个地方孔位对齐，背板孔位对齐，右侧的供电接口用手指把它还原到凹槽内，然后这样要对齐所有的孔位，你才可以进行下一步去把螺丝都放进去。好，我这里已经对齐所有螺丝孔位了，那我们现在把背板螺丝最重要的从这个螺丝开始安装。为什么？因为这个怕这个右侧的供电接口跑偏啊，所以先把它卡住。卡住以后，我们把左侧的挡板的两颗螺丝装进去。然后挡板也就固定了。两头装紧以后，再来装这个中间的所有螺丝就更容易，这样就没有地方可以跑偏了，对吧？放开手都可以操作。那么现在把所有的背板螺丝全部都放进去。所有螺丝都已经放进去以后，我们用大的十字螺丝刀逐步的将每一个螺丝先拧进去。这个时候注意不要拧紧，这个很重要，先拧进去但不要拧紧。这个时候是确保所有螺丝孔位台阶都正常，然后所有螺丝都能拧到这个螺丝台阶里面。确保这一点以后，我们再来将所有螺丝逐步逐步收紧啊，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收紧这个过程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螺丝啊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大，它比较小，很多人会觉得它受力点比较小，所以如果你拧得太松，那么很多显存的导热膏其实没有贴合紧，如果拧得过紧，那容易造成这个铝合金件的滑牙，所以有些细节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地方拧这个螺丝，因为没有精准工具去告诉大家你扭矩是多少这是测量不了的，我们只能告诉你用手去感受将这个螺丝拧四五圈以后发现刚好拧不动了就可以了。所以它不是一个说我要用蛮力去拧的一个螺丝，它是要不断的去收紧所有螺丝台阶，那这个过程可能要拧个五六圈。整个改装教程呢，在重点讲解的部分，也就是螺丝改装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拧螺丝的过程可能很枯燥，但是安装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项目，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拧螺丝，拧好了螺丝，然后所有改装过程也就完成了。只是这个顺序需要我们用视频教程去辅助大家完成，这样的话有助于整个效率的提升。好，我们在拧完这个螺丝的时候，可以看所谓的螺丝孔位台阶是否贴得足够紧密。正反的所有螺丝孔位台阶，包括这样的地方，我们要仔细去看是否贴到了 PCB 的正反面，都是贴得比较紧的。如果贴得不够紧，那我们还要不断去收紧所有螺丝，这里的细节就要多一点。收紧所有螺丝这个步骤尤其重要它能让这个所有螺丝更紧密，显存贴得更紧，然后温度也就更低。但所有的蛮力是没有的，一定注意螺丝刀的收紧程度就是一个稍微用一点力
用这个大螺丝刀去逐步收紧就可以了。你看我这里现在整个教程最多讲解的步骤也就是这个螺丝。好，收紧以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所有螺丝台阶是否都已贴合上。贴合上表示这个螺丝啊都已经收紧，那么不管后续是怎么维护，那也只是拆装水冷头的这个步骤，整个其他的细节是不需要再额外的进行拆装的。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在正面给核心涂上硅脂，然后安装水冷头了。现在我们所有的准备好以后，这个用 P13 的这个附赠的硅脂给核心涂上导热膏，这个导热膏的系数是 13.4。很多人说要用7921或者用什么霍尔韦尼啊，我告诉你那些都是不合适的。我们在选用这些品牌包括这些规格型号的时候，我们都是找到最适合的方案。对于这种 GPU 核心啊，直触的用铜底直触的方式，这种越软然后导热系数越高，然后它的规格才是更合适的，越硬的话结合度不太好，会导致部分这个结温也就是热点温度偏高，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附赠的导热膏其实是最好的，这个请大家一定按照教程你们需要的导热膏操作。涂好硅脂以后，我们可以用拨片把所有的硅脂给它覆盖均匀，然后装水冷头就可以了。这些必要工具啊，大部分我们是在套装里面附赠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然后硅脂是不导电的，所以如果说在挤压过程中硅脂会挤压出来，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开始安装水冷头。我们这里习惯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采用的酷冷至尊的一体式水冷进行的这个冷头的散热设计，因为它的这个铜底啊足够小，对显存的侵占是足够小的。如果这个冷头大了，像一般的水冷它是个方形的，铜底方形的，那么它会侵占显存的这个部分导热热量，那么要么铜底更大一点直接就贴到显存上面，但是这种情况又要排除很多显存周边的一些元器件，所以目前酷冷至尊是最合适的，我们没有找到其他更合适的，以后我们去开发其他的水冷还是需要去定制的。现在装水冷头我们需要用到这个 M3×8 的这个银色螺丝，然后先第一颗要安装这一个和出入水模块这个管子有干涉的这一颗螺丝，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不先安装这一颗，那么你在顶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是一个倾斜进去的，就是因为它和这个你看这个螺丝头和这个模块有干涉，那我们先要把这个螺丝顶着把它拧进去，拧到底以后它就会消除这种干涉，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用螺丝刀第一颗拧这个螺丝就比较方便了。好，我们先拧到底了，用大螺丝刀把它拧到底，那这样它就没有这种任何干涉了，它就可以直接旋转拧了。那我们现在选择上方位出入水口，上方位的出入水口进行安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管子我们先垂直于这个 GPU 平面，对吧，先垂直于 GPU 平面，这是便于贴合，去安装管子便于贴合。我们这里使用目前这个案例使用的是360水冷，那也是因为客户机箱的需要，那我们在这个360水冷让它管子垂直于这个水冷头平面的时候贴下去，我们用小螺丝刀然后顶住这颗螺丝，让这个螺丝水冷头下压去感受这个螺丝台阶。注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是用水冷头贴上去拧这个螺丝，而是用这个螺丝刀顶着这颗螺丝去贴合感受这个螺丝台阶孔位，然后再去拧这个螺丝，这个细节尤其重要。装好它以后我们不需要拧紧，然后拧个两圈让它固定以后再来装它的对角螺丝，那不拧紧它就有一个活动空间能够迅速的让你找到对角螺丝，
然后另外两颗螺丝就简单了。这种安装方式决定了以后在需要水冷进行维护的时候，对吧，那么拆装水冷就非常简单，四颗螺丝我就可以更换水冷。因为水冷是有两年质保，如果两年以后你觉得这个水冷质保期快到了，如果你觉得不安全，那你可以自行去更换这个水冷。那如果说一直水冷一直正常，但是显卡需要维护，对吧，你可以把它还原，也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把四颗螺丝拧完以后，那这个显卡就已经改装完成了，我们就可以进行上机测试了。测试呢我们分为两段，第一段是我们布装这个背板的水冷这个背板是因为它背面也有显存，我们首先布装背面的显存，然后测试一下它的这个显存的负载温度，然后再装上背板显存，看一看对比两个温度到底有什么差距，我们先来测试。